电影这个故事的背景是那个唐朝的贞观之治，就李世民。洛阳吼，有一挂呢唐灾啦吼，啊，拢无法度修行啊，百姓拢腰杆高安尼吼。然后各位朝臣都报说，哎，天下太平啊，怎么样？然后这个我演的这个魏德安、吕地安，他就在报说洛阳、洛阳，哦，唐海足济，但是他就是有一种口误啊。天鹅混集，啊，这个皇帝呢，伤过欢喜，煞听唔到，听做讲天鹅混集。啊，迄、那个皇帝听做讲，哇，天鹅来，天鹅是吉祥物嘛，吼，所以真欢喜，所以这个皇帝就决定讲要落去看一撮，甚至要阁办一张天鹅宴，要请外国的使臣来吃。啊，当安尼要安怎？这个魏都督阁逼这个米官令，就爱敢那讲去掠一挂天鹅，要来请这使臣。房玄龄一想，哦，那我就叫这个皇帝亲自去看，哎，然后就去看。那么洛阳的这个县令梅道九呢，他是最急的，那他就希望这个有皇粮来赈灾，就没想到不但没有皇粮，还要在这个洛阳大摆天鹅宴。啊，伊无权无势，这个皇帝要叫梅道九去传百只的天鹅。结果是天鹅无天鹅，尾仔米道九就是用迄个抽烟来代志，啊，这个中间就是做迄个曲折。其中有皇帝假相命先生要去劝米道九进鹅，啊，皇帝煞给伊塞嘴皮，真正受气。啊，到尾啊要解台，啊，有一个忠臣解讲，这个是好官吼，唔好解台。骗他来洛阳城这一段时间，我要跟他讲明说我是怎么样的官，但是我今天让你来到这里。我是以什么心境来的？让你说知道民间疾苦啦，但又要皇帝一定会生气嘛。然后我又要解释，又要把忠臣跟那个什么，像我这无私有畏。临尾手啊，这个李世民的转折就是讲，又讲一句话，讲什么人敢傲大军容，我就要灭伊的九族，那是相当大的代志。但是这个味道叫甲神，伊尾也佫甲封官。啊，这个转折的就是内心戏就对啊，啊内底佫加一挂趣味，它是一个很好的剧本。这敢那讲是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啦，其实伊的真实性是毋是安尼吼？这是大家拢唔敢确定的。但是我知影讲，这个故事最主要的意义是要劝导大家讲吼，真侪代志爱实事求是，卖爱讲白贼话啦。其实这出戏伊只是用一种较笑亏，那么较幽默的形式来展现，只是为了让观众能够纾解一下压力。但是伊本身这个。题材来讲吼，伊并不是一个笑亏的歌戏。那么观众入来甲建议，阮希望你得到的是轻松的，但是同时呢，伫咧你转去了，有予你真侪思考的空间，就是讲咱人生的生活要安怎过，完全是取决于在于你自己的想法。天鹅是天鹅，天鹅是天鹅，哎，不是，有点错，不是，天鹅，天鹅。天鹅，天鹅，阴差阳错。天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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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阴差阳错。天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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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的差你家呢，一字之差就差很多。天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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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是虫，啊，天鹅是吉祥物。在咱台语文里底有所谓的拓音、甲尾音，鹅就是尾音。一般咱咧讲的啊，伫咧水面咧游的叫鹅啊，哦，迄叫做鹅。那是讲要用拓音，就是咱所谓的官话来讲的话，就读天鹅。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天鹅这两字，一直甲吼这个魏德安来报灾的时阵，伊讲天鹅。天鹅跟天鹅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口音的语误，所以才造成这么大一个误会。兵造皇上，洛阳天鹅混集，皇帝讲：哦，天鹅混集。哎呦，大呀！你甲鼻看麦，这什么烧酒啊？根本就无味，敢那水同款。哎，鼻看麦，鼻看麦。啊，对呢，甲水同款啦。啊，水哦，嗨。对，你看这猪脚，那拢是骨头，最喜欢拢食啦。啊，罔食罔食啦。嗨哟，啊那这哦，就是阮做客食的趣味啊。啊，你若无来看，你哪会知影咧？嘿，啊，大家一定爱来看《天鹅宴》。
就宛如人间的神仙府邸啊！嗯，果然是繁华景象，真是蓬莱仙岛啊！嗯，幸会蓬莱仙岛啊！客座陛下，神早也忘记翠微宫头前买来一群喜鹊，使门喜鹊合欢，国泰民安，实为相随啊！哦，陛下。听说泰山红叶日时拢出现白色的好礼，哎呀，这是什么款的吉兆啊？日时出现白好礼，这是民风国富的好吉兆啊！客座陛下，新闻这里就会龙田，每一层的稻啊，拢发香水啊！嗯，香水熏香，果然可喜可贺啊！妙哉！这是什么？陛下，你看，这可是天鹅吗？天鹅！天鹅知影陛下驾幸离山，特别飞来迎接圣驾。天鹅果然烈火火降驾。客座陛下，心中若想，天鹅来贺，这是大吉大祥的好吉兆啊！康庆太平盛世，太平盛世，太平盛世啊！老伯哈，洛阳都督为着安吉地来惊，在我好记哦，一定是洛阳也出现什么款奇异的香水，酸准子，酸为着安进见。洛阳唐灾遍地，正要寻找，哪
来的天鹅啊？天鹅，天鹅，天鹅，天鹅！哎呀，岂不是警察用错啊？客早陛下，刑部的遵旨将可得全押解回京，请旨定断。哼！方今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可得全身居钦兵大元孙武敖广，竟然风波灾情，毁谤朝政，团定之意，就将可得全下去官职，交由刑部议处。遵旨。我等是官之禄，恁重勤国事，体现民情啊！定军爱听故乡兵，嘿嘿嘿，聪明的刁心啊，刁爱我。天鹅混集，敬畏不散呐、啊！哦，敬畏不散，陛下，这果然是上水机关呐、啊！哦，也够啊！国富民丰，刀米四文呐、啊！刀米四文，钱数米有啊！哈哈哈哈哈！真好，真好。为庆家，现在得勤政爱民，以致国富民丰，天鹅献翠，堪为百官典范。台顶亲提一遍，以示家面。下殿去吧。下旨龙吟。我的家在老夫。季风转舵，顺风搭倒桥，直降水湾，无亲像迄个考得煞同款，真是泛海行船，着爱看方向啊！李大人，阿在，如今既是千秋红年，为何你的关心大我呢？牛国公啊，因为笔直一路马不停蹄，我来到翠微宫才满心当官。如此书鸿明日对称，小心时的破病哦。哎呀，托福托福，笔直健体一向安康啊。魏大人，阿在，如今去收封闭关开幕。恭喜咯，牛国公，恭喜恭喜呀！老夫今日无喜苦痛，只好隔日再与大人同喜呀。牛国公，下官先告退咯。只能为得安啊！洛阳唐在，何处是？此事调兵打转不定啊！得安我再来不及，我国无名啊！
客朝陛下，洛阳诸公名姓，且有天母显水，行请陛下东巡，一把花，一道机关圣境，一炮干火啊！是，陛下，新妾相片山顶海味，日夜庆祝，就是不吃着，什么叫做天鹅吧？陛下，新妾想要吃天鹅吧啦！可早陛下娘娘，这天鹅乃是吉祥之物，只见还不宜剥杀啊！刁大人，陛下至尊，普天下万物，皆为圣上享用。何况这小小的天鹅啊！这陛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陛下，你赶紧下旨嘛！你赶紧下旨呀！好好好！丁将在洛阳拜谢天鹅宴。君臣同庆，天下太平。我祝英明。同时也将各国使臣邀请前来观礼，以成千古佳话。好、哦，也可要骗邀各国使臣来观礼。陛下，朕心意既决，礼部团旨，六部九卿，文武百官。不立水殿东巡，娘子。
哎呦，哎呦，你是安怎又更安来更到安尼生啦？老爷，老爷，宿醉哦！啊，恁是拢食酒醉啊？是哦。老爷，像这款歹年冬，百姓被你烫着无，哪有烧酒来好孤独嘞？是哦。啊，原来就是腹肚枵，才甲更较多翘翘啊。是啊。啊，无紧无紧，老爷哦，只有几粒啊米头，本来是要留囥咧食下昼。啊，只有就先替予恁吃咯。多谢老爷，来来来。哦。哥哥哥哥。哎，那减一粒。减一粒。啊，老爷，一定是拄只跋倒的时阵，怕无去啊。哎，别别，无错无错，倒吹倒吹啦。菜哟、喔！啊，这，老爷，一定是落落溪啊底啊啦！哎呦，无菜，无菜啦！无菜！啊，恁即马才有四个轿夫，剩三粒米头，是要叫老夫安怎样分啦？安怎分啊？啊，有啊，老爷，我家己留一粒。剩的两粒，予恁摕去利益添壮哦，每一个人八一半，这叫做嘴重三分饱，啊，加减啊，蒙骗嘴。哎，多谢老爷，来来来来，多谢多谢老爷，多谢老爷，来来来，哎哎哎，卖过奖啦，跟你讲啊，百时啊，几多的酒吧，不如要的是来支嘴大。对对对对对。老爷，你是救命的菩萨哦！菩萨唔敢动啦，你吃了吼，叫着家继续讲。是是是，来去吃去吃。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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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啊，启禀老爷，都带你瓜船。已经到码头了，到吧，到了，真好真好，救命的红娘终于到了，叫我啊，啊，赶紧去叫，啊，啊，老爷老爷，叫光已经回去了啦，啥，叫光回去哦，是啊，这，无要紧无要紧，老爷家己用行就好啊，老爷老爷。哪通予你用行的回去啦？阮大家拍手叫，予你坐啦。对对对对对。唔变唔变啦，老爷老爷。免客气，老爷，坐哦。大林，人类夏大林，壁棺开幕，大林啊，啊，这块匾啊是匾，是皇上的文典。吼、哦，啊，阿兰来救命红娘嘞！好、哦，救命红娘！哎，阿多，哎。
天生运，皇帝诏曰：丁即位以来，文公武帝国泰民安，洛阳天五分镇是乃千古之奇观，命多多贵得安比着天五百只，以恭以言钦此。贵大人接旨啊！接旨。娘子，哎呦，哎，哪呢？厝内冷热相冲之故，无风无雨。贵大人报虽有功，升迁在望，可喜可贺啊！公公啊，贵大人。皇上甲娘娘本来就要嫁行洛阳，那误了天姑宴，只惊是真多不起。公公啊！大人啊！公公啊！大人。大人啊！公公啊！公公请咯。天乌燕，这天乌燕，天乌燕，米道九啊，大人，你害得本督好苦啊！我哪有害？我哪敢害？大人啊，我哪有害你？你无向本督报忧，本督边靠孤枕无忧，何得今日又变受之忧啊？大人啊，你即马所讲的吼，比一时愈听愈糊涂啊！啊，事到如今，我只有对你讲实话。迄个本督赶到翠微宫。向皇上禀报灾情，随知皇上降天鹅，听声天鹅，老夫只好顺水推舟，报了洛阳，天鹅混集吧。哎呀，大人啊，天鹅是天顶伫个八吉祥鸟，天鹅是孙来五国的海棠。大人啊，你若唔甲鱼还鱼，虾还虾，哪会要甲水龟伫个南山底？事到如今也后悔莫及咯。大人，贵官啊！只是比亲的能力，敢若亲像乌鸟伫个底水，敢若一点点啊，尔尔。啊，我哪有办法甲你斗三工啦？哎呀，大风暴骤！啊，这野鹅吼，比亲阿个办法通甲你效劳。哎、哦、呀、啊，这天鹅，天鹅如何啊？天鹅，我是无可奈何啊。
代人啊，啊都代人啊，啊，甲既然人甲安尼死哦，啊无过去啦，啊你甲鼻子结一啦，躲到，你甲控兵不准嘛，鼻子不干嘛，你甲我听好清楚，即摆你甲我，敢亲像乌鸦把一个骨头，我飞袂起，你嘛走袂哩，明日三日来，保证提五百只，不得一毫。无啦，代人啊，啊就免坐甲下。现在马上驾行洛阳，命你四家去打狗时，不准去吃阴间车乱乱嗦，不准伊三男女四家安尼乱乱嗦乌白走，也阁有暗点点，爱将所有难民去吃，把我赶出去洛阳城。心之望接风流，啊！即马就参加无不通烧香。Oh!
相思一到会得吞骨哟，花满春枯也又过袂去，我想无步来通好眠，做一罐久啊，实在枉我心在寒窗，也唔但得半生情。哎呦，啊这怎样？你何必就拍动嘴齿在咧含血吞啦？讲这咧讲啦，迄个酒哦，拢别人在咧啉的啦，伊若醉哦，拢叫你在咧醉哦。这哪有法度？老爷。那是老夫这点乌西无让哦，你也唔免三工，我想着飞飞去哦。好啊，啊哪会当吼？三日用米脱开，看下你哦，三十年来吼，伫咧吞声忍困。哎，女人啊，啊，咱妹子这款生活输啊啦，行行行，来饮酒吼，行。我唔爱饮。哎呦，莫生气啦，狗唔吃呢。行啦，陪我饮一杯啊！来来来，啊，这这这这啦，啊啊，我给你添酒哈。嘿，老爷，迄个空白饮酒是会真紧醉了。醉上好，醉上好啊！上落，地脚上落噶。哎，女人啊，啊，这碗菜是？哦，这碗，这碗就是青菜煮豆腐。嗯，青菜煮豆腐。嗯，一千里壁。哎，对对对，一千里壁。好菜。好菜啊！哎，清白人哦，都爱啉这个清白酒，佮配这个清白菜，我都上适合嘛。对对对，你吃。老爷，老爷，老爷，什么代志休到伊个叫？啊，启禀老爷，外面来了一阵的乞食，佮要求见老爷。啊？乞食？莫非是咱老夫在作秀，闻香而来啊？嘿。这是衙门呢，不是普救星呢，甲赶走。
哎呦，我赶袂走啦，夫人啊，因讲老爷若无见因，因就要死在迄个门口，让老爷给伊收尸啊！哎呦，有这款的气质啊！一定是哦，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啦，家燕，啊，团恁入来。啊是。袂用啊，赶。团。赶。团。团团团！哎呦，老爷，你做泥头哦，安尼无用加泥话哦，你一时啊，你都用袂掉哦。哎呦，无你的代志，你别别别别，入去啦！哎呦，大爷，他恁入来。是。啊，金刀，谁啊？金刀，哎，谁来刀？哎呀，像啊，谁啊？来金刀。啊，你就是衰老爷，啊，你给我等你。对。何事求见呢？请问老爷吼，阮做客食的是犯着哪一条王法？为什么要将阮赶出城？啊，你问我，我要问啥人啊？哎呦，等你嘛咧好笑，花羞偷生囝要乱不做，你甲看，这故事分明就是你出的啊！哎，兄弟，兄弟，哎，咱无通个枪，佮无通个食呢。对了，伊只有酒够话咧。哎，这酒倒。哎他拜个无啥通好拜，连酒嘛都伫拜。走走走走走走走，你手一搞，酒到。哎呀，哎呀，哎呀，你这臭去食，哎七拜八拜，你搞白了，搞白白白白了来啊！哎呦，莫插伊混家，混家啦！就巴肚枵哩，可怜呐！哎呦，迄民如鸟兽，饥寒至深，王法是难禁嘛。啊，你都回家，食食我心肝嘛较清一点嘛，你都当作我食就好啊嘛。迄边哪有你咯？卖插伊啦！大呀！哎呦，啊你甲面馆卖得咁么烧酒啊，根本跟咱水同款嘛。啊啦，你面馆嘛？对咩？对，跟水同款咧。对，今仔哪只啊？我老爷做诶是散瓜、青瓜。这当然是清汤，你买是水质。蒜瓜、青瓜，我生这大汉哦，蒜瓜、青瓜，常常在听啦。也不过，过我洗目睭、破目牌，我都还没拄着过咧。蒜瓜，就是讲的，你无听人讲。乌西那无做官就头头头。哎呀，一定是看到咱来啊，故意的靠边去靠后啦。大呀，你甲看啦，迄什么猪脚，迄拢是骨头啦，这要安怎吃啦？有通吃，搁在遐咸瓜咸煎。退来了。哎哎哎，走啊！别退无，哎，别退去。哎哎，提起来来啦哈。真正是足少的客家相。客家就是讲。哎哎，紧入面，紧入面啦。哎，派你当卖去嫌，哎，错帮囡仔帮家嫌。老爷，借问一下哈，今日我兄弟是做休困哈？敢点去？哎呦，啊恁这乞丐上大班，搁给我上眠床啊，给我死出去！
去。哈哈哈！兄弟啊，今日店家困啦，困啦，哎呦，不用的啦，哎呦，哎呦。袂煞吼，唔通怪本官无情来哟、喔！甲我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扫个门去吧！老爷，恁兄弟是吼客人啊，正罕见啦，叫做宠凡氏啊。准办事啦，听无你？兄弟啊，给咱的沙布刀出来！哎呦，老爷，什么是沙布刀？哎呦，毒酒啦！毒酒！老爷，麻烦你吼，替阮兄弟收尸啦！兄弟，饮啦！饮吧！请老爷恕罪啊！
知这么多，你求去分分乃是本官的体谅啊！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谢老爷。老爷，哦，你老怪吼，虽然是一个乞丐啦，也唔过我嘛知影什么叫做低温必报，无安尼啦。找天后的代志，就交代阮兄弟来办啦。对，交阮兄弟去办啦。啊，恁是变哪无米煮正饭啦？老爷，唔是我臭屁啦。这陆永祥吼，我兄弟数百名啦，只要我百官一发，像安尼你看。看我讲兄弟啊！哎，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交代下去，这项代志都无问题啊啦。哦，人咧讲起来，你唔就比我这个太爷较威风咯。见笑啦。太爷，这坐百只天鹅的代志，交代阮兄弟去办妥，做你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啦。想袂到恁阿哥将我这个美宝宝，当作是恁太爷哦。当然，当然，当然，来来来来来来来，夫人姐，夫人姐。招牌拢写着刀笔四文呐、啊，真是个人无比呀、啊！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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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啊！你是要讲俺带屁队哈？见我去啊！请问，请问出人心烦何罪呀、啊？伊牌仔顶头明明写刀笔四文，为什么给我收四十文呢？这是官府的意思呢，装啥那么同款？你的意思是讲官府叫你一块牌仔两种计数是无？官府若无钱吼，上街用头毛去死火哈，这叫银皮打鸡蛋，上个炒地皮，只要摸会过皇帝吼，我管恁这不三不四的呢。啊！过来这一切，拢是要做皇帝看的哦。啊，今仔是要叫阮吃啥啊？天公伯啊，我听到米龙鸡，三家就起床，五谷吃早顿，四家变出门，东南西北。四城的米店，阁是最近啊伫咧问，谁知影因拢讲哦，四文钱，订两支米拢订袂到呢，枉费。
卡如此，欺弄百姓。哎呀哎呀哎！阿姐也无管我的代志啊，你好大吼，像多多虎去过啊。哦，像多多虎有你好。嘿嘿，怕你四十大板，让你做到白啊。要哪安尼，我就先拆掉你的招牌。哎呦！谁哈？这个问的吼，无你是风尘姑啊嘿！你搞蛋呢？哎呦，七呀八呀，进来哟，进来哟，有人要造反呐！哎，大大，哎，阿伯，跳了，快来！哎，谁敢造反？想家造反啊！是想家造反。啊，都好，都这个啊，这个拆招牌啊！大胆公道啊！你胆敢伫这为非作歹？来人啊！在，将人抓走。是，大胆！因是奸商，你若要抓，应当在抓因。这十种纠葛，哪有什么通好稀罕的啊？哼，若无你想要怎样？你无理取闹啊，应该就爱罚伊五娘。不罚不天啊，哦，挥棒吊顶，嘿嘿，再加三娘啊！老夫妇的人。你敢加收？嘿，啊！你这银娘也不是捡火烧到红红啊？伊敢会烫手心吗？请问公车尊姓大名啊？安怎？你想要告发我是？我跟你讲，我若敢提哦，我就什么拢唔惊，向前行。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那是多多虎班头阿七阿伯，原来是七阿伯呀！后山惊，不怪这呢威风。老夫妇你怎样人，出来和你行路工，麻烦班头大哥转过多多大人一声，说到一地下有风，赶紧顾家吧。好讲好讲，阿伯，哎，无代志啊，无代志啊，哎，走，官长，阿伯，咱等者麦当来吸一杯啊！苦恼。
讲，迄脚床后嘛风地拢嘛无代志啊。而且别人讲啊，脚五第一用啊，脚四第一命啊。我今要死，甲欠一副棺材咧。我有啥物头好惊呀？你唔是哦，不要紧，我加面两句你听啦。对啦，咩啦？大口袋啊伊，大耳予人啊，神不知啊，洛阳倒厝来出窗海，八岁腰甲脚只，行都知啊。人家就受宰殃啊！伊，伊啊，这个青天管灵是啥物人啊？米老爷，米道九，米道九，想啊！米默默，一生决心自爱，三十年来，走过十八关，拢是险袂留伫的做人，上不愿出风宽贵，下不能武术内味，我是有冷静世故。来愿我坐你亲边，如今顶天下壁走投无路。对啊，人家会管你来啦，我跟你讲，伊个当今的皇帝啊，敢若想要听刁神讲伊的好话，伊个伊什么目睭啊，什么着拢看无啦。你讲伊是毋是青马娘？伊是毋是青马娘？是毋是青马娘啦？哎呀，莫杀青马娘啊啦，惊啦，找天鹅要紧啦，找天鹅，天鹅。中鼎名器是鼎我心献雄鹰凌寒里在。
来掌心，起来贪官污吏，下面和民间来将丁当作是痴迷。牛哥哥，陛下，奉贤娘，行走。你心机在乎为了三公，明知为了俺欺君罔上，却无甲传伊的虚假，我哩推波助澜，上殿引来龙容，你该当何罪？陛下，彼时在翠微宫，百官争先恐后，不服现罪，行凶陛下，一时难以明察。哦。小爷，你讲起来，都是点失策了。陛下圣明，罪在臣下。想当年，臣以为君，堕入非，拥护陛下，为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宦官的干，下世蒙生，谁知上苍不由意。已经是无日期呀！为公啊，地火地一起挂太匆匆啊！我不如你。起来观中王，你当些贵人，有事你拢照实讲，扫尽官场的各种邪气歪风，有你在军情。皇上未去受未起难可美梦，有你在军情，强定即消门，小官陈上宫。有你在军情，美门有百姓叫冤枉，有你在军情。何止有人家动家骏马军王，因为讲啊，是令贤良心爱动，叹孤将难忘日下。西风烟云自甘受愧，不得自容。哎呀，你的风烟凉，一品铁贵丁，心情不将舒寒，一时就靠西人。来这风起刮浪，欺君之罪，一下庙来争过法如芳，任何伊一阵的对头风，我看伊有外傲，西船用下旁。你口口声声，请伊跪顶是忠臣。也那哩，我问你，你自己呢？论忠臣，臣可以不感动，臣只算良心罢了。好一个良心呐、啊！这个话是安怎样讲？忠臣者，做为君呀；忠臣者，无所有为，做为臣呀。你何为之有？臣一心忠君报国。愿德勇尽瘁，誓以孝义，一步奉上天高地厚之恩，处无私，
眼神不敢直看，恐惊触犯圣宠，不但不能挽回天心，恰如丢因果，做刀下之鬼，一国无益，处会有悔。陛下心也是，一欲之苦，也要扯住一路笑话。陛下心思之再三，最后却讲。若且陛下恭顺玉容，千门莫道，再言皇顺。陛下心平安可嘉，感动心碎，先死以愿。望陛下将先子头手分我门之外，诸后来者，咱齐君王兄何光荣名？现在有大事啊，也是你心在平安，感念红衣男。原为不在，可见有一点爱民之心啊！哼，要若安尼刀面四门，一百两家又作何辩解？何者？魏丹，你听信部下，勒索百姓，又当何罪来人呢？速将魏丹退下斩。Thank you.
下，要迄个别光开无去别。哎哟！处下尊旨。丁文兴国之君，陆文之国，方圆之主。陆文第一将庆家，现在团舞全国新民，定一向倡导修学好果，实事求是。此后凡是龙起兴盛，曲意逢迎，满上旗下，何国勇民者赞不绝。举国新民，共绝楚风，我祝英明。凡洛阳百姓，不论大小，发给因一刀米，布一匹，以赈济灾荒。万万岁！团结立报，开设科德全无罪，官复原职。陛下圣明。哈！罢了天我宴，拜驾回长安。早备下，各个苏秦前来洛阳雕好虎爷，立马依靠命地。哎呀！苏秦依靠依靠命地，害了害了！如今既无天鹅，客至不闻，南白国人，是要叫朕如何是好？要如何是好？就由你来收拾吧。这，臣请暂下韦德安。敢讲伊罪不当斩？伊虽当斩，但是身为洛阳都督，这次皇上在洛阳拜谒天后爷，伊身份应当是当道的主人。假如万国来朝之时，一旦斩杀，难免有其一。帮差夷议论，以国不义啊！这罢了，就以帮腔之意，定和你相济一刀，宽以行事，办不成天我言，严听不待。了之。到法场团聚欢迎，并待韦德安觐见。我们早已丢，已是地府爷。多谢你又搁讲救命之恩啊！算你命大。洛阳乃是万国畜牧之都，北方复巢之地。如今各国苏秦将教，从夷满目，生活体统，你要先加处置，待罪立功。卑职遵命。啊，这先加处置。有，严令这三日来捕捉天鹅八只，我料一言，严听不待。我是。
加讲一个西卵啊！哎呀，这要安怎？啊，有啊！啊，我煞未啊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收。顶时管下时，低头管本机啊！米管亮，米当叫我来啊！大人何事？我问你嘞，天鹅八只，伊变怎样啊？启禀大人，啊，天鹅嘛有，鹦鹉都未只有啦。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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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只有就未只有咯。你甲我听好以后，就算讲你上天落地，莫甲我抓着天鹅，饿了伊也严重不得。哇！大水冲落街，一船破出海彻底。腥风加炮弹，抓你这只水鬼来偷安康。我错。
是曾经答应过神妾，咱来到洛阳以后，就要办天鹅宴吗？咱已来洛阳数日了，为何不见天鹅宴者？陛下，你骗人！这是你答应神妾的，神妾要吃天鹅肉，人要吃天鹅肉，人要吃天鹅肉嘛。哎呦！洛阳到处出虫虎，要闹珍贵的天鹅，拢是你这甘上志意想要吃天鹅肉，这惹来这次的大灾祸。天哪、啊！我来变成一只甘蔗鸡呀！地无天鹅，孤雁难翔，寡人连连呼尊呐！拄拄去撞到阮皇上啊！是天鹅，那是秋雁。哎呀，在天顶飞，拢嘛叫做天鹅。陛下，前日有两只天鹅飞来到咱翠微宫，即马天顶飞甲迄两只并无不同，是一模一样啊。哦，喵喵喵在呀！真是天助我呀！爱妃，孤人之眼未见，你却之眼未我，你真是好聪明啊！聪明，嘛是一只甘蔗鸡，就搁爱给人塞嘴边。可以啊！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好好好，好一只可爱的小蔗鸡哦。可以啊！哎呀。
朕就甲你悔不是。算尊敬，此事无妥当。陛下，此事有何无妥当？今日朕直言是晓吾全国臣民，不准你弄虚行诈。马上旗下言犹在你你定自己求陛下以求言大事这是失小心那是办不成天恶言这是失大心陛下你何必要苦小心你失大心啊这定本想办错天恶宴，已成千古佳话，想不到却成千古的笑话。我李世民真正成了轰动的天子啊！恕吉怜悯，陛下休再有意了。嗯，刘国公进宫见驾。臣妾。高铁心靠肩陛下心必行查封洛阳关，这有求言，无天恶啊！哦，原来安尼朕要办天恶宴，去霸下天恶嘞！先打破天爷无心处啊！朕可是得来专本会功夫，老贤卿，你看呐、啊！定定烈空里鬼，那是秋干也还养我啊！哎、欸，天顶飞鹅，唔都叫做天鹅啊？这叫做天鹅啊！鸟仔，哈哈哈哈哈！黑早陛下，臣暗中查访洛阳关，已经捕捉八只的秋干。嗯，好一个洛阳关！你叫伊速速献我进宫，伊不进献，伊讲绝不依计谋君，欺蒙圣宠，此人依附国法，不得宽便，就请皇上下旨传召咯。是，朕本是知禄为马，怎好圣旨垂家？万一庶人议论，也那安尼我啊？也是丁亲自出马，丁只好探出机会回这个美观令啊！陛下圣明，一来免丁有屈才之机，各有为主之分；二来率丁痴迷两之略，表丁
小贤之心，沙兰我爱伊洛阳关，东东红红献我晋江，神车搬家东行。Thank you.
咱故乡，咱哩搭臭豆腐搭，臭豆腐搭，嘿呀！想到咱故乡迄担豆腐担咧，女人啊，喂，咱江南哦，还佫有一间哦臭豆腐店，我看你也是随老夫转来去卖臭豆腐较好。嗯，呀你敢敢，呀你敢敢看遐个百姓啊，安尼伫咧摇竿个啊，唔敢，啊唔敢是要佫安怎、啊嗯？你，老爷哦，听讲皇上驾幸洛阳，你若唔去考功见驾，咱来编一个青菜煮豆腐，一清二白，安尼你嘛较甘心。是，对啊，太老夫写一本的奏章，痛定灾情，请求真济。就算讲时光，我也无遗憾嘛。嗯，对。春兰在准备温房四宝。是，来。启禀老爷，外面来了一位算命先生，自称信算，要求见老爷。嗯，伢老夫伫咧做寿，就来一挂乞食。啊，今嘛要时光，又搁有算命来，甲讲唔见。是。哎，稍等嘞，稍等嘞。嘿，老爷，嗯，我看你哦，那不是迄个八字无正。就是五行破破，我看吼也是爱见，唔见，见，唔见，见见见，哎，唔见唔见唔见，哎呦，老的啊，你卖插啦，你去边啊啦，去给我请你吧。是，有请啊，先生，来了。Yeah.
早当伫个妓院啦。沈家吼，若要求一碗饭食，啊，请你坦白讲，互相相思。老爷未免太看轻贫道，今日为老爷看上算命，分文不处，滴水不沾。啊，先生啊，你若是算有准哦，迄、那个夫人当当有秀。来啦，遮坐，遮坐。坐啦。哦。身家尊号，贫道乃峨眉山青溪道长的门下，发号显妙。为何见看相又算命呢？那讲看相是为看命，算命乃是为算运呀。何为命？何为运啊？命者，月形骨相，天生丽形。所谓命中注定呀，运者流年变化，数时不同。所谓时来运转呀，臭蛋！先生呀，啊无请你甲阮老爷算一下命咧。老爷高寿啊？五十春秋，生辰八字，九月初八子时。哦，丁子年生，九月乃是戊辰月呀，八月在丙，子时作为十二生肖之首，首位一义呀。哎呀，老爷这个命啊，这个命安怎？哈，受病多无脉，老爷这个命混合着一句惨语呀，惨语。求婚求死哦，不会婚求，竟有一番的红雾啊，在心田。哎呦，莫搁在遐走江湖啊啦！啊，当我味道酒洗面洗面，满身拢全洗去，啊是啥物人咧看袂出来？哈哈哈！这句惨语，混合着老爷你的生辰八字，故病多断言，老爷你向吉星助啊！人讲天机不可泄露，
就请路人接票骗去。哦，我袂用个听呀、啊。嗯，好好好。哎、欸，老爷，我讲哦，心诚则灵。你看，好啦，我知。你入面，你入面。先生啊，我失陪哈。先生呀、啊，啊，请坐。嗯。哎呀哎呀！受清风，三首诗书四面蹦壁，啊，何来机会呢？哎，宛如百只的天鹅啊！这，先生爱讲笑啦，迄拢是爱去食有眼无珠，啊，收集来一挂野鹅啊！哎，岂不闻运气黄金失色，时来废体成灰，以冰刀看来，老爷你的时来运转。专在这百只天鹅的心上。哦，呀，你呀叫我以假无真，欺罔圣上啊！哎呀，帮助圣上该怜悯之急，不为欺君，而且阁有功劳哦。嗯，哈哈哈哈哈，这个趣味哦。啊，这个哪会甲会使，互我赶出来，迄个老伙仔拢讲同款。啊！叫我推龙肝行卡，哎、欸，啊！敢讲这个世上的老实人拢无饭通吃哦？吼！我看我是两早顿来去阮故乡卖臭豆腐较好啊。老爷，贫道看老爷你的做人如此的世故不化，心难获得荣华。啊！你唔免用迄个骗术伫咧骗我啦，无卡纸我无伫咧心里啦。老爷，我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你嘛都爱顾着身家性命啊！你乱！讲，本官一不贪赃枉法，理不欺君妄想，三不欺弱百姓。哎、欸，啊，我无升官都有够衰尾啊！啊，敢讲都爱抬头上，岂不闻祸福不闻为人主骄？我只在问心无愧，何故他哉？哎，老爷，你的吉凶祸福，全归你冰刀一剑呢。我乃皇上命官，也你是江湖术士，既然啊，哎呀，你，好，你甲讲你是皇上的命官，却不知皇上之心，你何为忠？为人不知通权达变，你又何为？灵啊！我的爷爷呸！当今天子英明天聪，经历严治各界身下，爱修学好果，实事求是，繁荣喜兴杂，却为风景满上气下，祸国殃民者赞无暇。本官视此之为金科玉律，一日三省铭记不忘。皇上怎会叫我做出这种瞒天骗地的代志呢？你请看来，修学好果，实事求是呀！哎呀，李官英。
啊！啊，唔走唔通怪我用乱棍请你走哦！走走走走啦！哎呦，东瑶，我问你，把你皇上不掉难决之事，嫁出无奈，爱你去做，你感觉实际不准？啊，君乃神使，啊，神不使是不忠啊！对对对，对我不忠明哟！好好。嘿嘿嘿，啊！你说用皇帝，咱吓惊我嘞哈！啊，无咱借问嘞哦。啊，无你是什么人啊？也无，伊老爷看来我是什么人啊？你是江湖术士啦！我乃是东京的铁台。啊！你这个骗子啊！也敢冒充皇帝？啊！你是在真大？哎呦！造就且龙目一关念是行文献君治国以民为本，人心事君以忠为纲，今洛阳哀鸿遍野，满目凄凉，而多督满载报税空驾洛阳，严立新三日高雄天鹅霸者，无疑有万木九溪下坠孙弘，心万般无奈，挂冠回乡，种草作业开豆腐店。心虽有忠心切胆，满腔忠肠，言下贵州民百姓，上高呼何当红缨，气血未灭，回泪成中伤，神气呀！奉为陛下发太冲之牛，救万民之欢。陛下，你多久用心精进，人才难得，身官身家性命最担保。
年高官不修良，官冒犯性格，做罪该被问呐！哎呦，老爷，是我啦，老爷，我是咧喊明秀。今天啦，老爷，哎呦，家园啊，给家提一支菜刀来啦！不是，我一支手，啊，你今一支手就好好用，我一支手。也不贪，利不抢，杀不透，死不休，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虽然袂晓命令画风，却也用写吟诗文章。想袂到，今日犯了十恶不赦之罪。我老你好用啊！菜刀拿来了，紧，甲我倒起来！哎呦，奴才万死不敢，你唔倒，唔倒，啊，我甲你倒！哎呦，老爷，你千万不可啊！真是倒呢，是倒呢，倒起来死呢！哎呀呐！赶紧去家乡家写几句啊，观察转来啦！啊，厝内都要怎样？要观察好用。啊，进去啦！是。哎，等下，等下。哎，记得家境迄落补办啊，嘿。唔通啊，我死了后啊，搁规身躯负债哦。哎呦，阮老爷是去犯着鬼哦。老爷，饮茶一日啦。老爷，迄个算命先生呢？大胆！伊是天，天什么呀？啊，天，天啥啦？对，天哪！老爷，你啦，老爷，哎呀，啊，大姐妹，今天派二民军来领老爷咯。如林啊，老爷，为何连累你咯？老爷，到底你是心烦何罪啦？事到如今，我只好对你照实讲啦。拄只迄个算命是什么呀？是什么？是真龙天主当今的皇上啦！为何我？你该安怎？我？你该安怎啦？我怕了皇上，我了命。
该通你是在何用哦？一把下面的玲珑个微笑啊，一高声的好人咯，莫好爱，一心恶。何故而处呢？比起最该问事，最该问事呀！扛起头来，比起不甘。如何就是早上坑你陷我，逼你赶出官衙帮县令啊？哈！那那老哥公，你一日之内官了千岁，打了万岁。你是天下第一条的好汉呐、啊！你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你请听算，奉天承运，奉地诏曰：国运昌隆，庶民为福，天我圣言，万国昭和。一定一天条子的话，自是有关大同之行为，设令杨国公将彭县令、将梅道九一天王一同押送镇京钦处。
小冤家，不为忧报，国富民丰，封建太平，金鼎万处天下人，普天动庆，君臣尽欢，献计延宕。贵宾以及众位贤卿一同品尝楚中风味。来，请。陛下，请。贵在这天国吧，滋味如何啊？比比图好啊。仙论如何？仙论归雄，幸亏燕儿喜气，不阿金将罢海。好啊，天我家宴，四海拥凌啊！彪啊，将官正势，臣告刘峰啊！真是千古一演啊！陛下。今日天鹅盛宴，首功东推入阳关。陛下，两班处天鹅宴席，一定是难得的奇才呀！陛下，我先定见识这位难得的奇才，陛下意味如何呢？陛下意味如何啊？陛下，余道舅这才江门豪杰。连观察都准备好了。嗯，陛下，既然各个贵宾执意要见，不如你就选伊进宫啊。爱妃，为何你所做的代志，哪会弄这么奇怪呀？烦恼归在嘞身躯，你多久一一想如泪，也在我内心深处，起嘞心傲君王世间无。容易国官欺君之罪，你不能宽恕。大王圣贤不尊。真是陛下之幸，也是下界之幸呐！哎呀，偏偏一出世，被称为贤臣，搁这样求强一事。今如今，我是啼笑皆非，受你玉中欺负。陛下，莫非是贵人难见呐、啊？是啊，莫非是贵人难见啊？是，我只好将冤仇改当作明珠。算，洛阳官李道九进宫，皇上有旨。转洛阳县令味道九进宫。娘子啊，
生参参参见百万岁，牛牛牛牛成就。哎呀呀呀呀！果然是天庭八万，下口风云呐、啊！眉清眼秀，面似风流，真是变文不如一见啊！洛阳官，嗯，你闭眼有功，老夫敬你一杯。谢老国公。哎呦，我这个手，碧琴家，为何你的手哪会颤不停啊？啊，国公，我这个手都啊，都你这个手啊！哦。这个手真是威风十足，天下难寻啊！哎呀，天生一副仙人掌啊！行行合合，色无双。洛阳官。陛下对你已经是计划施恩，也唔快快饮下处酒啊！谢，陛下万岁，牛牛切手。今天来这出风头了。陛下，臣妾以为有酒无诗，尚欠风雅，不如请众卿家以天鹅为题，即席赋诗啊。嗯，爱妃言之有理，牛国公。现在，你的诗章画的德高望重，内动。有你领头起鼓，行官袍增音乐。兵时不顾一挥拳，金色曲成戏色阵。南陵高地君王意，杀心不朽一圣人。千红不计难报敌。贵卿家，啊，现在你到千方百计难保得，为何洛阳官随手可得呢？哼，未晓念经，都卖跟人做坏事。心一向虔诚佛教啊，难得爱卿你有处雅行。啊，是。洛阳官，为何你低头不语呢？吼、哦，这野狐，野狐，贵官，金色是天鹅印，当以天鹅为题，你唔通将文章做你题，动心失调啊！哈，太头哦，这。野狐没有天鹅精啊！野狐没有天鹅精。对，野狐乃上物呀，岂有天鹅之名贵，味道之精美呀？陛下，洛阳官一句相告，已经塑造。这真是好文采呀、啊！陛下，你都叫德才兼备，为官清廉，用君爱民，而且天无必言，如心尽力，地动如何？地动定用，地动定用，鸿雁大动，国母一株。今日几载呀？牛国公，你倒是用心良苦啊！低言不敬，是
心愿宽东碧落，下不得这匹的驸马。驸马，呼一匹的驸马。曹小姐因何得福，人生所求啊！陛下，既然想法分明，也应该杀一儆百啊！魏庆哥，现在丁方才问你虔诚佛教。金主动量在出用，命你教在白马寺剃度出家，望你坚决命你清心寡欲，扎行正果。陛下圣，普度众生，不必多言，出家去吧。圣娘子。出家好，出家好，出家免烦恼。这款的代志怎样会来发生？李大人，人有七窍，你只有六窍。方才又开了一窍，老夫既和你故乡，更和你开窍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呦，我生这个官，生得都无光彩咧！我惊阮祖先在天之灵的嘛，我无路用哦！我看，我是两早顿来去阮故乡卖臭豆腐较好啊！啊，陛下！瑞士素比现卿武将一支，以守必言之功。武将，thank you.
喜欢的那段就是皇帝去用仙水配那段，因为贵为天主竟然在那百姓不知情的情形之下，去用仙水配颠倒给他青鹅了很多事情。所以说一般我们在讲说高处不胜寒，高处不胜寒，就是说在皇帝身边他没法听到很多真实的话，颠倒是因为这个仙水配料给他了解很多事情，他都是被蒙在鼓里的。米道九安怎？你安怎？你安怎？你打得好啊！这段真正趣味啦，伊唔知伊是皇帝嘛，七品官僚唔捌看到皇帝，啊，这个皇帝给伊拍一个嘴皮，安尼想要气也唔得，啊，要解他也唔得，啊，唔过就是爱这百只天狗，安尼佫忍起来，也是讲人君吼，爱有这个雅量啦吼，讲吼，咱一定爱为着顾全大局吼，咱一将之分吼，请忍耐。啊，所以也是够勉强来扮这个天狗样。这段戏我感觉伤感。我提心来吊刀，就等你报答我那恶主的怒气。宋明先生来个宋明，伊这个中间吼唱遐个歌。啊，佮因尾啊唱遐个歌，迄个写了是非常的好。你想讲，向明先生头一句就是讲，这三年，你今仔久的查，不会管呐，你也不会做人，个心情话。单单这一句词哈，这一段词里面前面已经讲过三次，所以说一记名这皇帝三十年出来，大家就笑啊，他又来了，又来这一套，这款的是一款吼戏剧上的手法，跟迄个剧本就去结合的，你知无？非常的趣味。孙啦！听闻这个剧本是十几年前由陈道贵先生在大陆所写的了，那他有很多剧本都非常的。严密非常的好，结构非常好，而且反映人物各方面都很高级。那么因为陈道贵先生当初应该是大陆那个共产主义之下的一些产物吧，这些文人他们也会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上面反映一些，揭露一些当局的一些现象啊。那譬如说李世民的，其实李世民他贞观之治是不可能到昏庸了，那他想揭露的是说人非完人啊，他不是圣贤嘛，他总会有一些做错的地方。那么刚好他设计出来这个梅道九这个人物，他就非常正直的人。我也相信呢，观众看起来特别有感觉，特别有感觉，特别的、好玩好笑。随地红熊将电哦，天上天哦，老子个顺水推舟，不了了用。天哦，混子吧！哎呀，这里面的角色我最喜欢就是梅道九的角色，是梅道九的角色，因为他那种传播那种心情，你姐传播得很好啦。但是我你看我在念剧本，不只在念我黄轩念，我连小米姐的角色我都有在念，因为我们觉得说很好玩，也是个挑战，就觉得说他们这些老师的唱功啊。这老师的唱功真的很好啊，他们又可以记住这么多的事情，又可以做到那些动作我们都想不到的，因为那很可爱，做那些动作都很可爱，所以我最喜欢他这种动作，就是他有那个他学那鸭子的动作，那很好玩呢、头一遍做就替我搞，真正是足困难度的。其实咧，我就怎啊甲用我以前舞蹈的做法，因为我较早学过舞蹈，所以用这舞蹈的做法吼，来甲揣摩，想要到互观众朋友来甲我肯定，来甲我接受安尼。陈道贵先生的剧本写的抑扬顿挫分明，非常分明。他碰到乞丐间，要马上的转折他的那个。
心境的时候，哦，这个地方处理。当然，他之前剧本也有，这边有强化一点。安娜，你听过吗？丢咩？丢最赶快呢？哎，家是夜盲嘞。你哪敢来这样等你祭先呐？这是有点暗喻法。我认为他这个乞丐的角色在这出戏里面，其实表演的是一般市井百姓心里面的想法。一般市井百姓只希望求的是温饱、安定。那刚好那时候的朝廷是比较所谓的奸臣，然后这政局很乱。那其实我认为跟现在的社会其实是有蛮相对的讽刺感的。基本上。因为里面其实用了很多蛮多官话的部分，或是像俗语的部分。那像他常就会讲到说什么“哦塞那波哦做官丢头头头”，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一些比较俗谚的话。那这些平常我们在讲闽南语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用到，或是比较官话部分他讲的比较字正腔圆。那这对我们一般来说，一般我们在讲闽南语的时候本来就比较不会使用到这样的字，那所以在背剧本或者是在台上的演出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我是乞丐里面最年轻的，那我演这出戏对我来说是不同的挑战，因为我从小我不是学歌台戏出身的，所以对我来说挑战还蛮高的。因为我们啊是学国戏出身，基本的那个摔打翻滚一定要具备，所以那个跳上椅子那个是我们。应该是驾轻就熟的东西，所以还好了。哎呦！哎呦！我生这大汉哦，唱歌、唱歌，常常在听啦。要唔过，怪我洗目睭、破白白，啊，都要被拄着过咧。这一次天鹅宴跟上一次天鹅宴的乞丐装就不一样。上一次的天鹅宴。乞丐装我们完全是用打补丁的方式，就是衣服本身是好的，是象征性的嘛，就是把它补好啊，补一块一块的这样。那这一次就不是，就是做一些那种类似比较穷苦嘛，就是乞丐那种衣服比较破烂的，不像一般的剧团，他那一套衣服他可以每个戏都拿出来穿那样，我们不是。因为河洛的剧那么多戏啊，就是每出戏他有固定的衣服，就一定要这样子搭配才行，要不然的话你乱了嘛。而且观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你如果上一出戏你这个主角穿过了衣服啊，这一出戏这个主角再穿，他马上就哎，那个衣服不就是什么戏那个衣服吗？就这样。太平盛世，太平盛世。这出戏的话口白吼，不相于拔出，你知无？伊是非常之文，伊遐想讲啊，皇帝有一段话讲：丁文兴国之君，六文之国，六文之国，方圆之主，六文之义，将倾家。现在全无全国新民，丁一向倡导修学好国，实事求是，此后。凡是龙起行煞，曲意逢迎，满上旗下，何国勇名家赞不下。你看，咱就讲到连要嫁子啊，看遐囡仔有可能。所以做出出去遐囡仔足辛苦的，都那边拜伊吼，拜一拜红花一拜，拜一拜红花一拜。啊，因看嘛，看甲目油目干啦，啊，咱嘛看甲艰苦坐啊挂。做不好，给人家念是应该的。而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想做好，就不要给人家念，就做到最好，以我们自己的力量。啊，人家劝跟我们讲，也是以劝导的心情，他不会说很骂啦，怎么样？不会，不可能，何乐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虚心请教吧，现在很多学生都是放着那种漫不经心的感觉，然后快演出了，哎，嘻嘻哗哗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就是，人家旁边在排戏啊，还是怎么在？多增加自己的一些见识啊，然后较精神的安尼。我伊在看因咯，因也有认真啊，也有兴趣啊，也有想讲以后要行这道的啊，迄就是人的心态嘛。你若讲有认真啊，你以后要行这道的，所以伊就自然就有法度安尼学起来。啊，我嘛尽量甲
配合，敢若讲吼，看你的扮相好啦，还是唱好啦，你都唔知影有诶，即摆学生啊吼唱足好诶，吼，啊面足白，啊我都听人阮咧甲王晶老师咧讲，讲啊若甲即个头安尼，甲即个歹诶剁起，甲倒个水诶，按着偌好咧。这个本土文化吼，安尼强强要绝种啊，吼。这个中江后浪推前浪哦，嘛推无啥会行嘞。咱亲像讲一挂学生，四专这个四级学校的学生出来吼，变作煞失业，无演出的机会啦。啊，学生当然是无遐丰富啦。啊，毋过你着爱是爱互伊表现的机会，你才会当讲来出一个好的演员嘛。阮这个行家伫咧讲，讲三年出一个秀才，十年出无一个戏才，这就是安尼的原因。就是讲，你若是无讲安尼中江后浪推前浪，你若无讲这个母鸡带小鸡，安尼渐渐啊家带出来吼，你永久伊嘛是唔敢出场。因为即卖囡仔吼。上来剧院读书的囡仔，可能真济拢唔是，因为伫因要入来迄个年岁，可能也唔知影家己要爱什么嘿。那真济拢是由家长、由爸母送入来。那到了国中的时候，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渐渐去发现说，其实孩子他现在所接触的娱乐太多了，反而对文化这个层面，他们并不是这么的 care 跟在乎，因为他毕竟要。要去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对他们来讲压力很大。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教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瓶颈。困难哦，实际上哦，我最大的困难就是干那钱尔，无钱演袂落去。啊，但是这个钱的代志哦，政府拢有咧提倡，有咧讲要演出，讲安尼爱安排到第一位。啊，但是钱哦。拢是无伫第一位啦，阮拢是爱安尼家己搁苦战，啊搁家己安尼付出，啊若无实际上吼会用较济啦。因为咱政府补助伤少，吼啊真济团要来摕这个经费，啊所以拢都爱靠家己的这个人事吼，啊去靠一挂企业家来甲咱斗赞助。像这出天狗演出，政府忽然无够这个开销，吼、哦，咱每一出戏筹备甲演出咯，拢爱开几啊百万，吼、哦，啊政府忽然无够，啊咱都爱想办法叫企业家来甲咱赞助，有真侪企业家真正关心咱的本土文化，来伫咧甲咱赞助，也若无好乐，也无法度通去支持。